Hello， 大家好，小胖，欢迎上本期的基础玩家。今天拿到的是来自影音大师星代理的一个品牌日内瓦之声 The Neva 的一个 TheCom M， 这是他目前在售的这个型号当中的一个旗舰系列，是一个落地的。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音箱啊，在图片就是它的广告上面和实际我拿到的这个产品，我觉得是有一个误差。第一，我在图片上面看的比较大，其实拿到它没有那么大，相对比较精致一些。第二，高度它就相当于一个床头柜的一个高度，就可能是沙发的边几的这么一个高度，上面可以放个东西插个花什么的没问题。在图片上面看是比较高啊，实际上是比较矮的。这个音箱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白相间的，另外两个呢，一个是黑色和木色相接，一个是白色跟木色相接，图片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音箱拿到以后觉得非常的精致，它是另外一种复古的形式，有点像 BOSS 的那个80年代的那种复古范儿啊，就跟那种60、70年代又会有区别，对，它有一个小屏幕保留着，平时显示的就是一个时钟的一个状态。开启以后，这个有 CD 的功能，几乎啊就是你能想到的这些功能它都有了， CD 啊，电台啊，然后 AUX 的接口啊，蓝牙，并且是 5.0 的版本的啊，这些啊，还有黑胶唱片的这个接入啊都有了。对，所以我说它复古，为什么？因为它有 CD 的一个接口，现在很少有这种类似的蓝牙音箱会有 CD 的一个插入，对，这个非常难得，以及黑胶唱机的一个接入和电台，所以这是一个多功能型的一个音乐中心。对，好，70瓦的功率，中间一个5.25寸的一个低音单元，两边是两个1英寸的高频单元，是一个立体声的状态，应该是每个1英寸的高音代表着一个声道，然后底下归总为5.25寸的一个低音就可以了，因为低音是没有指向性的。频响是27到2万赫兹，看上去这个27很低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为音乐而生的，所以就不可能跟低音炮一样的状态，整体听上去就是频响比较宽泛吧。但是你要说它很强调低音嘛，也不是。还有一个非常复古的遥控器，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状态。来聊一聊我拿到它的一个心得。首先这个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美，摸上去的这种肌肤感，对，它不是那种亮的，它是很有肌肤感的，也不是磨砂啊，上面这个边框就是拉丝铝的一个呈现，然后这个按钮的阻尼啊，还有它的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这个价位做这样的东西，第一要求就是精致，对吗？包括它的这个架子也是很精致，拿上去的这个感觉不比那种平时卖的1000多的那种架子那不一样，那种架子的那种质感始终是没办法和这种比的，好吧。我们那种音箱架就是我几乎觉得就是3000块钱以内的架子是没办法做到这么漂亮和光滑的，这种品牌的就是搭它的这个架子一定是很完美的啊。你也可以不用这个架子，然后就把它放在你的这个电视柜旁边也行啊，但是如果你要用架子，建议用它这个架子，真的很完美，这样搭上去非常漂亮。OK， 一根电源线插上以后，什么蓝牙呀，什么 CD 啊，都可以无缝切换的去听，哪怕它是一个待机状态，蓝牙一连上手机直接可以听了，不用开机，也不用遥控器把它点亮，就直接可以蓝牙直接把它点亮就行了。好了，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事儿。来聊聊音质，这个东西大家很关心，是不是这样的音箱？这个价位就一定要很对得起这个音质呢？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个价位的很多蓝牙音箱，如果按照发烧友的理念是都对不起，都对不起这个音质。发烧友的理念就是两个音箱加一个功放，就那样就最对得起了，是吧？其他所有形式都是对不起的，包括什么宝华的什么飞艇啊 ，B&O 的 A9 啊，这些的都不行啊，只要蓝牙连接就是不行。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分两说吧，就是有人追求这种造型的这种款式的，然后声音就比较朴素自然，对，也没有什么亮点，包括 B&O A9 啊，
还有博士啊、索尼啊，他们这些大品牌做的蓝牙音箱，针对的消费群体不一样。发烧友所谓的音质，不见得，那就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一种声音。全世界有非常多种不一样的声音，那不同的人追求不一样的声音是不同的。那低瓦雷发烧友就非常觉得很难听，实际上那个很多年轻人喜欢。那这个音箱它是一种复古的状态，就是你听上去它的声音有点像收音机的这种高频啊低频的出来的这种暖暖的味儿，它不是很强调解析力，也不是很强调低频的下潜，而是让你一种很不打搅你在听歌的一个状态。就我觉得这个音箱应该是放在，打个比方啊，壁炉旁边一个摇椅，因为它比较矮，所以那种老式的那种摇椅它躺着也会比较矮，对不对？一个舒服的下午就这么听着这个声音度过，非常非常的完美。它就是一个很慵懒的一种声音，特别是听一些这些复古的歌曲，包括七八十年代的一些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这些国家的一些乡村音乐，包括现在中国的一些这种乡村音乐，对，弹唱呢这些类型的歌，就是小调的部分的这些歌，我觉得都呈现的很有那种乡村感。怎么说呢，非常的朴实无华，没有打搅到你的音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放松的音箱，很放松的音乐，并不是说我为听而听，而是说我想放松而听啊，不要去找它的口水音啊，我要去找它的低频的这种震撼力啊，它这个造型就注定它不是往那个方向走的，对吧？往那个方向走的就很激进啊，它就是那种陪伴你放背景音乐的这么一个音箱，不管你是放 CD 也好，黑胶也好，它都能找到曾经那个年代想要带给你的那种味道。 CD 出来就很像我们以前那种 Walkman 啊 Dickman 啊出来的那种声音，就是纯纯的一种模拟味儿啊，人声就我觉得是很圆滑，没有任何刺激，就像我现在这么说话，大家听到我说话这个感觉，没有那种刺刺刺的声音，也没有那种好好的浑厚的那种声音，它不是，就是很自然的这种声音。反而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声音可能更接近于人唱歌原原本本的那种嗓音，当然录音师不可能不做，他会把它做得更精彩，对，但是这个更接近于平时你听到人说话的这种嗓音，所以我就觉得他能够很惬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慵懒的下午，这何乐不为呢？听音乐不讲究那些过多的所谓的元素，而是我只想听我自己喜欢的歌曲，这就足以了，好吗？感谢大家收看的技术玩家，我是小胖，就是在我们的哔哩哔哩、新浪微博、西瓜视频给我留言，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优酷、腾讯、抖音、 YouTube 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下期再见，拜拜。